A2P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还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份工作相关的内容。这份工作是正社员，募集人数是1到2名，工作内容是现场作业，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宫城县的仙台市，勤务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5点，给予是18万到38万之间不等，然后也有赏与。日语要求这块不是有特别高的要求。然后正常咱们绘画有这个绘画能力就可以。同样一样，就是跟之前一样，如果对咱们这份工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过来参加我们那个工作的说明会。工作说明会的时间是135的上午，11点，246的下午1点。我们这边的面试会基本上每天都有40多家企业可以选择，然后基本上吧，每天能有4到8家的公司的面试的机会。面试的结果呢，一般都会在第二天就会很快就会得到这个结果，得到消息。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参加一下这个说明会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